大批人在天水围警署外聚集，他们不满三名青年在天秀路莲蓉隧道被人报警，只怀疑作出袭击，被警员带走。已经签了担保纸和已经离开了元朗差馆了，已经离开了元朗差馆了。你想法你的吧，打人嗰个去咗边？
凌晨近2:40，一架黑色私家车突然高速驶过，有人从车上面发射多枚烟花，射向聚集的人群。众人争相走避，烟花发射历时15秒。有嘅片段睇到，烟花除咗射入警署范围，亦都波及旁边嘅天盛街市同埋天盛商场。私家车其后驶离现场，警员好快就从警署入面出嚟了解。现场多人被烧伤，旁人用水帮伤者清洗伤口，消防派出流动伤者治疗车，喺路边设立救护站治疗伤者。有人手部受伤，有一阵嘅耳鸣，又话有晕震荡嘅，跟住之后只手有啲灼伤，咁就烧伤咗。系真系打落嚟，佢仲要杀开，我系成身开。你感觉上嗰啲系咩嚟嘅？穿云箭啦，亦或系嗰啲烟花系咩嚟嘅？穿云箭咯，应该系，直头系俾火焰包围。系直情喺你身上面爆嘅，一系点咧？喺呢个位开始爆。一架九巴的私家车在混乱期间铲上石膊。我哋本身咧有线行车嘅，咁啱啱就可能因为啲人放烟花落人群，咁佢哋啲车可能散啦。咁我哋行紧车嗰阵时咧，咁佢无啦啦就冇望到抽出嚟，咁所以车就撞到我哋。亦有其他私家车被撞到，警员在附近调查。喺草丛发现，相信系曾经烧过嘅烟花。爆炸品处理课人员到场搜证。 Now TV 记者简学希报道。啱啱我中烟花，真系中咗嘅我，好彩有件反光衣挡一挡。哇，這个耳仔仲痛啊！你试下另一另，我帮你睇下有冇，一下帮你冲下水。我先呢邊先好。